但没喝到的人真的很多，真不错。我们期待飞宇啊，弟弟，哎，看好你啊，没事，哥哥在，别怕哥哥在，哥别怕哥哥在，准备好了吗？不是，用鼻子换气啊，3、2、1。那也挺快，而且机器拍的也特别刁钻的角度。所以你这个吸力不强啊，一下一下，你别猛的把劲儿全使了就不行了。加油啊，阿 Sir！一个歇到青筋都出来了，我怎么感觉你在吹呢？这是往外吹啊，走，往下走，不上来呢？你是不会吸是吧？平时是怎么珍珠奶茶不喝？什么也不喝吗？没过管儿。加油啊！一年过去了，一年过去了都没吸上来。渴都渴死了！哦，来了来了，来了，到了，马上到了。来啥啊？远得很。加油，飞鱼，大力点，大力点。魏大勋 ，A.K.A. 吸力王，起名字了开始。嗯嗯，好像不行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放弃了，放弃了。飞鱼，你这么这儿都没有凹下去。对，有点，我嘴肿了啊！我也肿了，我嘴肿了，不肿。这有那么难吗？其实我们没有掌握好技巧，我们其实应该重新挑战。来，我给你计时啊，3、2、1，走。哇！哇！哥，快快快，用鼻子呼吸。嗯，到了，来了，到了，来了，35度，35度。但是后面确实开始抽筋啊。嗯，这也说明你这次方法用对了。方法对了，方法对了，方法对了。哎，我知道那个秘诀在哪儿了，因为我们在上面，如果我们在下面呢，那就是直接喝，那就是。水往低处走，你都不用，你张个嘴就行了，直接倒，干脆就。王健也要来了，1、2、3，走。OK 的，来吧来吧 ，OK 的，非常 OK 的。40，吸到这里抽筋啊，对，它是反应这儿，但怎么导气呢？一直用鼻子，用鼻子导气，你不能吹啊，吹，你老是吹呢，怎么行啊？这个吹不行啊，但是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我们今天大勋哥真的是神啊，魅力男士，绝对的魅力男，好。像我们口腔肌肉其实是我们平时最容易忽略到的一块肌肉，对，那平时我们加强口腔肌肉的锻炼呢，可以防止我们面部的衰老，延缓面部的一个下垂，同时还可以治疗一些像这个舌根肿大引起的一些打呼，就打鼾，多做这些还可以治打呼哈，主要是锻炼我们两边口腔的这肌肉，大家可以平时用鼓腮啊鼓嘴的这么一个方法，或者是用舌头在口腔里面搅动啊，来回的搅动，这样来锻炼我们的一个口腔肌肉。好，那我要给大家盖章了啊，这个由我先帮你们保存啊。好，谢谢。我要郑重的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是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。去年呢，在疫情期间，独自前往罗马尼亚参加国际的中医药抗疫，
所以我是一个真的医生。对，哇，厉害。今天扮这么多角色辛苦了，是累啊，虚度。好，那虚度，我是真的医生，真的医生，不好意思，那不好意思，刚才我们说错了，真的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一直要吊销别人执照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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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明你今天演的非常的到位，演的，但是吗？下面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今天体检的一些情况啊，表现最好的那肯定是。大勋，大勋。对，两嘴两嘴，你看看，这三项天赋异禀，太厉害！你这就不该跟我们站一块儿了。表现最正常的，最正常，杨迪，我就是个普通人。嘉尔，我们是正常人，我们就是普通人，普通人。最正常的，我们是不正常的。看来我们两个是表现最差的。嘉伦和飞宇呢？有好有坏啊，一个天赋异禀，一个不如一般人，还有不如一般人的，嘴无力啊。最后的那个口腔的没吸不上来，算没有啊。一年过去了都没吸上来。这些资料呢，我一会儿会发挥到总部，啊，我会替你们保存。在节目最后呢，节目最后了，这么快？这你就帮我们收尾了，是不是？在我们这个体检环节的最后呢，还是希望大家在工作之余多多关心自己的健康，多多关心自己的身体。好，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。